24個。廿四俾菠蘿，33。廿三。兩位上去上去，冇冇嘢。過完之後 ，Anson 搞掂啊，兩分24號啊，邊個傳嘅就唔知啦。追翻對翻人，對翻人。廿三。好啊。你頭先咁誇張添啊！啲賣身嘅打法，底啊！係啊，啲底真係對抗性籃球就喺呢場發現發生咗，連續雙方都喺籃底捉得對方嘅犯規次數，加埋已經去到5次啦。
四十一號終於開齋啦！應該四十四號出去叫撒旦先生啊！哇！前排真～講得到你班車24號啊！安神啊！30號嘅陳力，換翻8號啊！入邊入得？喺度呢下啊，頂咗44號頂位啊，都幾明顯喺後邊頂一頂位。以為喺金比嘅雞聲入邊你都死硬，其他人可以冇事㗎。雞喺金比嘅眼前你啊，綠色企後啲字，廿四彩。係啊，啱啊，你啱，四爺啊，白色天炮四次，幾多號？84。OK， 兩球。跟車太貼啊，跟一路一路跟車一路推佢。最後用力推落去就犯規啦！係，我哋會記低你啲嘢。好，三個兩球都入啦。幾多罰球啊？所以今晚都有好多罰球啊！安神三分啊！有啊！係24，24比24三分。三號俾翻啊，三一號轉翻俾三分八號走啊！你跟，三號偷翻出嚟。你打三分。薩蘭先生準左包，但係守得好靚，一路直。哇！安神一隻跑得嘅啲安神。你要冷靜啲，冷靜啲。球證都係比賽一部分啊。比賽一部分。係。好，先守好先。白色43分。你定咗一個圓圈嘅點吹啊？43分。你定咗喎，人哋不如撞唔係撞到個心口咁樣。後面有隻跳起。係啊，後面個。多謝，係啊。到底我後面嗰隻中唔中啊？唔知，但係前面嗰隻入冇。係咯，我係睇。係啊 ，OK。下面有一隻，唔知有冇我？唔係有一隻，有一隻係啊，係一隻睇漏咗可能。前面我睇到前面嗰隻。我知，我係睇到前面嗰隻。好啦，我睇到。睇到前面嗰隻，下面嗰隻50/50啊。係啊。太快。同埋佢派工，佢都未必投得，叫你拍鹹仔未必投得。好細明顯啊！係啊，好，小事。射波。前面嗰只真係企直嘅，但係兩個夾埋嗰只後邊之後，我哋後正都未必一下睇冧到，始終唔係三連球正。一球啊 ，Sammy！
兩球。係天花板。會唔會射足三十秒咧？三十秒。老闆，走上嚟，老闆。好。我都換你，之後諗，我都換你，唔俾唔俾換。廿秒。垂直跳，但係可能隻手就重啊！我哋個角度係、就是，確定覺得係掃咗隻手喎。啊！小達先生不斷係送緊分喎。哈哈！小達先生，完美炒粉啊！所有罰球入咗一球。八四零。